在这样一个封闭式的地铁通道内，你正在经历着无限的循环，无论怎么走都会面对同样的场景。唯一与你相伴的是一个无论你怎么挑衅，如何勾引，都对你无动于衷的怪异大叔。此时灯光会突然闪烁，或者干脆就停电了。就问你怕不怕吧。这款八番出口是一款在最近非常火爆的恐怖独立游戏，特别是在日本那边可以说是席卷互联网，各种梗图层出不穷，十分的离谱。游戏内的元素十分简单，全封闭的地铁隧道，偏冷色温的日光灯，还有一个十分离谱的路人大叔，头发稀疏，表情严肃，一股子社畜的感觉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异常，跟我之前玩过的伟人观察属于同一个类型。在玩过之后，我发现它更简单，体验更流畅，完全不用坐牢，场景非常的贴近现实，充满了代入感和既视感。我想这也是这款游戏在日本大火的原因。进入游戏之后，我们作为主角是直接刷新在隧道内的，而游戏给我们的提示就是想办法找到八号出口。如果你发现异常，就回头逃跑，没有异常的话就直接往前走。如果判断正确，出口的提示数字就会加一，反之数字归零，我们就只能永远的被困在这里循环了。异常呢也是分为了好几类，首先就是这面墙上的广告们，有时候所有的广告画全都会变成同一张，有时候呢又会变得十分的诡异，很像是某种变异的阿凡达。其中的一张兼职招聘广告里面的小姐姐会直接变异，就像这样，又或者是慢慢的变大，十分的具有隐蔽性，不仔细看的话很容易错过。旁边还有一张监控提示，画着两只大眼睛，但有时候这两只眼睛会突然动起来，又或者是直接跟着我跑，非常的通人性。另外一边的通风管道有时会流出不明的黑色液体，不过如果换成是红色的血液，我想应该会更加恐怖。作为全场唯一的活物，这个上班族大哥那可是本游戏的重要角色，光是他一个人就有好几种变异模式，比如无脸哥模式，他的半张脸就这样直接遁入了虚空，但他却没有任何的异常，照例的往前走着。有时候他会变得十分快速，小碎步倒腾的非常带感，如果被他抓到就算失败，游戏重开。丁哥顾名思义，他会变得一直盯着你看，仿佛在说，小老弟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巨人哥刚开始还没啥感觉，随着他不断走近，我会突然意识到他好像变大了。另外还有微笑哥，此时的大哥露出了和善的微笑，这肯定是想到了什么高兴的事情，但我感觉您还是别笑了，这越笑越让我觉得诡异。除了大哥之外，其实我们也不算孤单，有时会出现一个随机出现的忍者，远远望去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他正在进行着完美的伪装呢，一点都看不出来。他的目的也很明确，那就是要偷袭我，还挺搞笑。只可惜他的速度并不快，跑到循环区域之后他就会直接消失。画面切到这一波，我马上就要通关了，都到第七次轮回了，但却突然遇到了双排哥。这两位一看就很有问题，一眼就让我想到了虚藤元气。我想着我马上就要通关了，就别上去浪了，赶紧往回走对吧，但没想到我他娘的又回来了。那我就想着从后面偷袭一波看看情况，而站在他们的身后是完全不会触发他们的，但凡稍微往前绕一绕，这两人长得一模一样，堪称小帅，但问题是我的游戏卡了。没错，我遇到了 bug， 真不愧是双排哥呀，堪称是本游戏的最强异常，直接摧毁游戏进程。有时候呢我们会遇到洪水滔天，没跑掉的话就会被水淹没，不知所措。但是上班族大哥却毫无影响，他是真的很强。而如果跑掉了洪水的追赶，就能看到这个效果仅仅是一片贴图而已。又比如吸烟区，禁止吸烟的广告贴的到处都是。还有虚空之门，
以及壮壮之门。这些都不算太恐怖。还有一个默默偷窥我的工作人员大姐，这个倒是有点诡异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些小的异常，比如要求我返回的路牌，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还有上下颠倒的牌子，启动的摄像头，怪异的人脸瓷砖，天花板上面的鬼脸之类的，这些都是不太恐怖的异常，很容易被忽略。另外，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虚假的出口，之所以说它虚假，是因为旁边的牌子上面写着的是零号出口，一旦踏入，估计就到了异次元了。而在真正的通关之后，路牌就会变成八号，走入这一片光明，游戏就算结束了。那为什么说游戏十分的贴近现实，很有代入感呢？有日本网友发出了这样一张照片，这里是东京青城白河站的 A3 出口，这完全就是游戏里面的场景吧。游戏中有一个异常，是像这样歪斜的日光灯，十分的诡异。而这个青城白河站真的就是这样的，它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就是如此的凌乱，属于是游戏照进现实了。另外我还发现了不少有趣的梗图，像是这一张，配文是把所有玩家导向终点的传奇工作人员，你别说还真有感觉，感觉拿这个当做结局也很不错。原图呢是这样的，是今年夏天的一则新闻图片，当时因为台风的原因，大量的旅客在折压车站内滞留。第二张是这样的，图片融合的非常不错，空间错乱，有一种后视感。原图我也找到了，是妖怪手表二中岩岩隧道的概念图，你别说这样的融合还真是挺符合主题的。其他的梗图呢还有很多，都十分的有趣，大家可以自行围观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，谢谢支持。那么我是阿力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